大家好，我是喵好，我们又回来我们的密托邦了。那上一次有人提醒我说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换装，我们就可以摘掉义勇的帽子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让他去跟穿小队服装，不是情侣装，是小队服装，然后我们就是排挤探子了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能不能吃一些东西好了，在出发之前。哦，是不是已经喂过了？它看起来很饱哎、欸。啊，我想起来，上次我们喂了存档，然后就跑出去，所以他们直接回旅馆，但是没有睡觉的样子。所以这边的记录应该是存在我当时出发前的记录，对，好像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就直接出发吧。我们要去帮忙去接那个王子吧，我记得。哎，对耶，那只黄色鸭鸭到底是什么？我想先去看。哎。原来是会移动的吗？所以这个鸭鸭要先理它哦。它好呛哦，好可爱哦。啊，不行，现在讲话不到它，我们只能先想办法慢慢过。不知道它会不会又跑到别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先过这边。哦，新地方哎，好帅哦。看起来有点脚烫烫的感觉。音乐也太帅了吧！有一个人，我们之中有一个人长得特别不一样，我是说衣服的部分。Nezuko 公主的那个朋友，感觉好靠不住哦。我能理解啊，他是善意啊。不过人倒是蛮好的，你闻得出来对不对？嗯，是没有错了。我们这就去找善意王子吧，另外一个善意。表扬我，快表扬我！义勇乖，遇怪了，有没有好吃的？新的，好吃的，好像是新的好吃的哦。鼻炎是那个吗？拿棒棒糖敲石头，这样没问题吗？霹雳一闪，哦，鼻炎，好硬哦。义勇来帮忙了，鼻炎被敲死了，太轻松了。哦，升等了，总算升等了，有够久了。有没有新技能之类的？获得了，哦，原来是这个家伙的巧克力，感觉很好吃哎。这样子，如果这个怪物可以一直掉巧克力，感觉也太爽了吧。因为旅行的疲劳让气氛很紧张，小心一点啦。哈，你才是呢。哈，不要吵架啦。义勇跟探探吵架了，理智线断裂，太生气了吧。为什么？有什么好吵的？这样子我要让你们今晚一起睡哦。想要收集各种东西呢。哇，要往哪走了？我想往上，因为有那个奇妙的鸭鸭。探子郎做得好，心情很好。哎，你不是刚才跟探子郎吵架吗？鼻炎，谨慎。等一下。想要展现好的一面，霹雳一闪，哦，要丢了啊！被打到了，哎，糟糕了，我们必须要补它，不然会出事，要出事了，阿贝。然后再帮他补一点膜好了。OK， 好，没问题了。然后我们就不要神吧，我们用空烧来打他。左右夹击。啊，土拨鼠也太会躲了吧！第一次的生气行为，心烦意乱，哈？为什么？好，我来帮忙吧。虽然我们两个真的吵架了。你们今晚要一起睡咯。生气行为又干嘛啦？闹别扭，哼！
然后还挥不到。太生气了吧，益友，从头到尾都是你，我不会让你抢尽风头了。Hello， 益勇 ，P 三，完蛋了，炭治郎突然变得好可靠、啊。我们家的益勇到底怎么了？益勇升级了，他是不是不喜欢那件粉红色衣服？不然我们待会帮你换掉嘛，不要这样嘛。该不会真的是因为换了衣服，炭治郎不爽了，然后益勇也不爽了？得到游戏券哦，我很缺，总算有旅馆了吧？他们总算可以休息了。他真的是因为旅行的疲劳而导致的吗？确实，我有印象，刚刚那一次没有少了一次睡眠，很怪。哎呀，炭治郎跟益勇正在吵架呢，这时候就让他们两人进入同一个房间吧，我也正有此意。待在一起，心情就会平复下来了。我相信他们两个一定可以在同床，而不是我说在同房上一起和好的，一定可以和好如初了。我相信同床，不是我说同房一定可以做得到的。有趣，在一起，然后我真的觉得一定是衣服的问题。我们一换衣服就出事，我就把它换回来。哎，突然发现这件这样单看还蛮好看的耶，哦，虽然有一点女生气息啊，一勇一勇，给你换一个非常合适你的外观，你应该开心一点了。然后你可以跟炭治郎睡在床上，我说同一个房间。防守的部分，给一勇吃看看他喜不喜欢啊？他也不喜欢，怎么都没人喜欢吃巧克力啊？这里的人都不喜欢吃巧克力耶。那炼狱咧，这里全部人都讨厌吃巧克力，巧克力会掉巧克力明明是这么棒的事情，竟然会排挤它，真的太难过了。这次蛮平均，而且我们有七招，我们就玩一次看看吧。不要香蕉，不要香蕉。Oh my god！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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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啊啊啊！那个。我不要，我们要再玩一次吗？我觉得这次奖品没有很好，先算了吧。只有两个人想买东西，哇、哦，好帅的衣服。然后这是上次没有买到的。我们这次有5000多块，我们就让他买给看。虽然我觉得他会买不回来啊。然后我们到时候变12根香蕉。我们家炼狱怎么突然变那么乖？我要变酱。好，有啦，有一点对服的感觉，一点点，就那么一丁点，大概是袖子的黑色吧。怎么办？我觉得衣服我不会买回来、欸。他们最近都很乖耶、欸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他们前面对我太不好了吗？哦，这件好像也不错哦，可以换一下外观。好，我觉得要必须要让某两个人去约会一下，要不然那个真的，你们去看个书冷静一下。去图书馆看书吗？哦，叶勇这件真的很好看哎。为什么在地上？那本书有趣吗？很有趣哦，我也想看。顽固还不行，他在旁边蹲着，好可爱。看好慢哦，啊啊，还会剪哦。我以为约会居然一直会加哎，哎，好有趣哦，再来一次。太好奇了，我觉得看起来，因为他刚刚右边的线其实显示的不是很好看，但是我很好奇内容。
会是怎样显示嘞？钓不到。哦，你钓到了香蕉，得到了 HP 香蕉。不要了，太多了，多出来香蕉也送到旅馆了，是香蕉呢。为什么火冒三丈结束？哦，他们这样反而是减少那个，可以减少他们生气的感觉，原谅义勇了，原谅炭治郎了，这样也好了。在出发前，他们先不要再吵架了。但是坏处是我们就可以少看一些闹剧。可恶，其实还想继续看他们吵架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先出发吧。哎，他们好感度还是10哎，竟然可以吵架，也是蛮厉害的。如果是炭治郎和伊窝座吵架，我倒是不意外。哎，我们可以到这个鸭嘴兽泰瑞的地方了，马上进入战斗。好可爱哦，这可以养吗？金色跳跳，酷啊！果汁，好慢。来帮忙了。哦，跳跳的血好多、哦，跳跳血太多了吧？鲶鱼做得很好哦，哇，被夸奖了耶！那你们慢慢来，我先回复个料理。啊嘛嘛嘛！哼，啊，竟然都是打我 ！Ganky 要上了，他打51耶，刚刚那个数字好猛哦。还可以继续。得到1000块，哇哦，是有钱的鸭嘴兽。好远哦，那红色金带号也太远了吧。炼狱骑马了，走吧。好想一直骑马。要走哪里呢？往上。嗨起来了，跑步跑到嗨起来了。啊！伊窝座跌倒，好可爱啊！想要谁来帮忙？当然是炼狱了。没事吧？这个香的画面，谢谢你，被感谢了。哦，不是，感谢了炼狱。哇！我还竟然还可以选择谁来帮忙扶我，好想摸摸狗。新的食物，好像是之前的跳那个糖的啊，我知道那个黑色的糖，所以这其实也不是新的。雷电对雷电，这样没问题吗？不会有属性相同的问题吗？左右夹击，你们左右夹击最近都一直失败呢。哇、哦，他那眼睛也太奇怪了吧！真有你的炼狱哇！马上了，马。我可以骑马，我当然要骑马啦！可以骑马，干嘛不骑？我骑马了，我骑着炼狱。我是说伊窝座骑着炼狱，好像还是哪里怪怪的。我被打了。喂！我们很努力了呢，真的了，一起升，不愧是好妈鸡。学会了鸡辣料理，吃了鸡辣料理的同伴会喷出火焰来攻击。哇，每个人都可以用火之神神乐了吧？炼狱吃，哎，炼狱喷火焰好像没什么问题。炭治郎吃喷火焰好像没什么问题。义勇喷火焰好像有一点问题。炼狱也升级了呢，获得了金鱼棉花糖，竟然是一样的糖。炼狱骑过刚刚伊窝座骑过的马，延迟呼吸，延迟呼吸。好像不违和。爬山好累哦，我走不动啊，真没用。我觉得很轻松啊，你没事吧？要我背你吗？要。哎，真的可以吗？那我也要。我怎么可能可以背两个人呢、啊？可以啦。哎，不是要背我，说好的背我的。又是鼻烟，鼻烟，雷电，
要想要展现好的一面。哦哦，炼狱要骑马了，呜呼，还用脚踢鼻炎，成功了呢。应该也只能直接打了吧。好，我们打云鳌了，义勇来帮忙了。哇，这云也太厚了吧！啊，好痛哦！探长在东张西望，一问座提醒他了。不是，义勇。可以开瓶团体补血技能吗？治愈，哇哇！哈，被法师敲死的云，太好了，炭治郎，哇咦！以为出来帮忙了，你们好忙啊！夹击，哦，我觉得锅铲要坏掉了，成功了，超轻松的。获得了，感觉都是很好吃的东西啊！哇，有宝箱，打开，喂，200块，然后刚刚大概才走三步路就发现旅馆了吧？而且在旅馆前面一直放着一个宝箱，他们都不觉得奇怪，旅馆的人都不觉得奇怪。帮助达到150个人了，神力觉醒，又要干嘛了 ？HP 的撒粉怪荣耀增加了，变成35。看来人们的感激之情让你获得新的力量了，今后也要不断的打败怪物，拯救弥托邦的人哦。顺便说一下，下一个目标是200个。OK， 好，拜托你了，好，好哦，好哦。塞温啦，嘟哇，哎，这也是爸爸爸爸哟，喜欢。哦，可以换人跟马睡了，骑马。所以大家都可以骑它了啊，好可爱哦！睡在上面啊，炼狱那只马真的很爱炼狱，怎么办啊？我们先让它汇合一下吧。这次马跟炼狱到底又要有什么交集呢？有好好吃饭吗？嗯，我看看，饲料空空如也，你吃很多呢，跟炼狱一样。五麦，他升两等哦，嘟哇嘟哇，相当在意的等级，靠着睡，一起在安全地带休息，会比平常回复更多。我这样子感觉，先都把他们升到3，好像还行，因为5那个根本有点还好的感觉。好，我们现在马的部分才差谁？哦，是义勇还没跟马睡过。然后看一下，以比较少的跟炭治郎比较少的人是谁呢？是一窝座啊。好啦，一窝座，你先去跟炭治郎打个架吧。然后，炼狱先一个人。好，房间先这样分配。那食物我们是拿到了一些，可是大部分都是他们不爱吃的东西。这四个一起摇头的画面超可爱，我的天哪！哎，那这样子恶魔点心到底谁会吃呢？它是加 MP 跟魔力的来说的话，魔力我们照理说其他人是用不太到的，那就先给义勇看看吧。哦，还好还好，这画面实在太可爱了。哇塞，这把剑好帅，可是好贵哦。哇塞，这个衣服好可爱，还有蝴蝶结。前面都太震惊了，所以这个反而还好。好，我们觉得这个真的要抽轮盘了，它真的太贵了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轮盘，有很大的一根香蕉，我的天，而且还是圆点长袍。我觉得这个先不要，怎么办？我们该先买很可爱的衣服，还是先该买很帅气的剑？我觉得现在一窝座的防御力比较不够，我们先试试看能不能买到这个。730块，不要给我香蕉。有哎、欸，很可爱的衣服，当然穿啦。我们要，哇塞，这个有一种美少女詹斯·班森的感觉。它到底在颜色换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是我眼睛的问题吗 ？Hello， 你到底颜色变在哪里？
我很努力的在看哦，我好像看出来了，它也太不明显了吧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，反正他们在那个就是他围裙的正中间的地方。救命哦，这谁啊？我快笑死了。下一步920买看看，说不定炼狱真的很乖，就给我们买回来了。920的糖果，这个糖果值920，这个糖果值920啊！救命啊！收到820的零钱，我还好了，还好了，至少我把钱找回来了。那我们再要一友买看看。金杖有了，买回来了，帅气的杖杖。书馆真的太多，我们就让……哦，他竟然会去找义勇哎，我们来试看看吧。去图书馆看书吧，义勇最近每天跑图书馆啊，小心不要绊倒喽。衣服上有东西，我要把图书馆所有的书全部看完。你加油哦。他变那个，他变老爸了，圣兽狼。你到底看了多少啊？相当在意的等级呢，学会了夸奖对方哦。哇，这个有用哦。食人花草茶。那。图书馆太多了，你们去再去看一下书啊。然后直接一言不合在图书馆打起来。不行，因为坐在蝴蝶结实在太可爱了，我实在没办法直视他。我觉得我可能下一回合我就会把他换回来了。哦，原来如此了，是这样啊。看来很享受的。奇妙的关系，相当在意了，会在乎对方哦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发现，请问那个他是短裙然后长靴的感觉啊？得到一个香蕉，太多啦！我们有13个香蕉啊，他们又不吃香蕉啊！我们该出发了，出发了！哦，竟然有往上的路！哇，死给卡酷伊！但是现在先不要。因为坐骑的炼狱的嘛，思思有几种啊？哎，不是，你们两个找不到善意王子呢。这里的空气真稀薄，好想回去啊。那我们回去吧。我好难不从伊沃座的腿离开哦。嘿，再努力一下好了。好啊。我现在想到伊沃座穿的美少女战士的服在骑马，哎。这个画面能看吗？要往哪上还下？我们刚一直选上就继续上吧。虽然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选对。好香哦！你是指伊沃座的腿吗？我也觉得蛮……是义勇喜欢吃的。要骑马了！骑马攻击，当然打血比较多的。30滴，呜、哦！你也变成鬼吧！哦，尼尼拿了那个？哇，这轮着骑马哎、欸，赢了呢！哇，等级这升好慢哦，好忙啊这匹马！你觉得后面的座位明明那么大，为什么不能两个一起骑啊？是宝箱。打开，得到游戏券，耶、yeah! ！
哇，骑到天黑耶！所以他们从一路跑到天黑也太累了吧？是大家都不喜欢吃的巧克力，可是一起摇头很可爱。火焰，太好了，炭治郎！哇，被炼狱表扬了！我们要使用记得魔法战斗。对，我有基蜡，怎样？我想观看看基蜡。因为什么基蜡是瞄准他？哦，我们基蜡当然是给炼狱啊！基蜡，料理，请享用。哇、哦，炎之呼吸，一只血希拉奈。不知感觉明天又要肌肉酸痛了呢。刚刚的炎呼也太帅了吧！虽然照理说不该是这样。喂，收到了信件。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美味，这口感，这香味，我用文字根本无法表达啊！得到约会券三张，为什么？太突然了吧！喂，毒蛙，阿伯有毒蛙，毒蛙毒蛙，相当在意呢，会学会夸奖哦。现在他们都会夸奖了。好可爱，好可爱，但是这个画面很奇怪。继续，今天就到此为止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此为止了。那我们下一次再来继续看看往前走会怎么样。我觉得他们的发展越来越香了，而且一直会有一种让我出乎意料的发展。这款游戏真的还蛮耐玩的。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